大家好，这里是灵动生活。到了冬天的话，我们常常会感觉到手脚干裂。那么今天呢，教大家一个小妙招，可以有效地解决手脚干裂的问题。下面我们需要准备两个橘子，然后呢，需要把它皮扒开。扒完以后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皮，我们可以把皮轻轻地涂到，手上该裂的部分。这样的话，就是有效的缓解手脚该裂，使手保持湿润。当然，如果脚该裂的话，大家可以用开水泡一些橘子皮，然后泡脚，也是非常有效的。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，更多精彩请关注灵动生活，谢谢。